哦，弄了弄了。老头子，刘爷爷问我还开好啥？开好了。哦，有。搿只蛋糕啥人买的伐？蛋糕嘛，喏，万芳一面晓得侬今朝过生日，特会送得来的。哦，伊讲今朝有要紧事体，勿来吃勿来的呀？伊拉勿来吃勿来。哎。搿么搿能样子？啊。听一半，但是侬送得去。哦，一半蛋糕送不去。哎。要送嘛，一只都送出去嘛，拉倒了。好个。 啥都送出去嘛，送俺好不要送来了。搿么是搿能讲呀？小老头子，爷，大方了。大方嘛，出差去了，侬上忘记脱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小芳嘛，下班已经转来了。哦，小芳转来了。哎，乃末现在已经跑出去了。到啥地方去了？咦，他侬买生日礼物去了呀？得我去买啦。哎，好，好闺女。 天然小麦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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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八亏，他那翁生了大法。这个我你，我什么？夏天，你看，老汤婆，下去了。老汤婆，哦哟，做啥了？亲爱的老汤婆，那是个老头子。你再没大哥大了，到时候黄金时期了。哦，侬想，侬想哪能了？阿拉屋里向已经有三只大哥大了，大房、小房、一平，哎，人手各一只，还哪能？老太婆也不懂，这个是高科技的通信工具啊。哦，我晓得了，侬嘛想享受享受是吧？老太婆跟我想了一道去了，这到底是心贴心两家头。是呀，不许嘛。根本，王伯伯哪能有只大哥大个了呀？王爸爸侬不是不晓得呀，伊欢喜出风头的呀，伊手里那只大哥大是伊拉儿子的呀，伢拉手里蹲了马路，喂喂喂，呜呜呜的搿能介，啊，搿倒也勿要去讲伊唻。哎，王爸爸是居委会里个小组长呀，哎，有辰光做些要用用大哥大，也没停过的。人家是小组长，侬是啥个长啊？啊，要不侬投了发长？大哥。就是有啥个事体嘛，拿电话也好联系的呀。啥个他？哎，不是老太婆，我不听侬讲了，我要去烧饭去的。哎，我再听侬讲下去呀，吃饭你要不是讲了？谢谢侬，对不起。拿不到是条龙，哎，不肯我就高科技的技术。跟侬讲没啥讲的。哎。大哥大又得干了，姐姐，公司不打进去啊？又要去踢足球啦？门守门伊拉踢不好呀。搿么好，不过只好踢一个钟头。Yes sir。又是爸爸打好去了，那个趟连出气的机会也没了。哎，走吧。阿爹，奶奶，哎，奶奶，出来啦！哦哟，吃力上了，吃力上了。说的。喂，爸爸，考级。哦。喂，爸爸，哎，侬考级我收到了。哼，你们在外地出差，屋里向还要遥控操作。我到屋里来呀，整天就做功课，放心，不会得出去啊，是吧？哦，交关好消息，啥么子来着？喂，妈妈，我姐姐呀，侬打考卷我收到了，晓得了，做好功课马上练小提琴呀，侬就放心辣外头出差吧。咱两个人侪有考卷啊？爸爸妈妈帮阿拉忙的呀。让看看，让看看。俺已经打了好几天了。搿哪能一眼不晓得啊？那谁有考级啊？是考级。老太婆。哎。
不成，我来呀，侬来呀。就是乖。那两个小囡了，也比考级来劲。真的。喏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，哪来个小人哪能这个考级打到学堂里去啊？哎。啊。爸爸就是要让随身打的。妹妹叫伊皮皮皮急急急叫起来，不要影响他上课的。哎。那不会啊，爸爸妈妈有阿拉课程表啊，上课辰光不会快了。再讲，我的边边的考级侪搁了正中档里，所以不会影响阿拉上课啊。搿又啥啦？人家日本大多数中学生侪别考级，有中学生还有大哥大嘞。哦，还有大哥大啦？啊。老太婆，日本中学生了都用大哥大嘞。搿么蛮好，侬到日本去读书做中学生，哦，高兴有大哥大，哦。哎，那个爸爸妈妈也是个，噶小个小人拿啥个考级呢？忙得那个倒也是。囡囡之所以会得落后到今朝搿个日家，伊只要不肯学就高考这个技术。哎，迭个嘛，几点钟了？侬想嘛子？不是，我是想不想打鼓打？打鼓打比搿句咯。讲了，侬报纸不看啊？搿两日在地家嘞，搿叫搿搭地家，搿叫在地家里呀。搿么侬自家去买只好嘞。阿爹啊，侬买只算了，不要讲。只有他两个小头，真同情我了。哎，买打鼓打就不要跟他囡囡讲，跟他囡囡讲，只有坏处没好处的。晓得，阿拉老朋友嘞。对，朋友归朋友，大家辈分要搞清楚。要不你七学八学学到后头，我叫侬阿哥了，叫侬阿姐了，对吧？根本会啊，不会。回来一下闲话啦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小芳啊，啥话啦？肚皮饿死脱了。老早烧好的呀，今朝才是侬欢喜吃的小菜。嗯，你妈想侬啊。英姐姐，功课做好了吧？阿拉刚刚回来，作业还没做好。那么好，吃好饭就走。哦，吃，快点。吃吃吃。我跟着呢，那爷娘出差去了，我就是你们的教母，懂吗？晓得了，快点。哎哎哎，小芳小芳，我跟侬讲啊，嗯，嘿嘿，那个阿哥阿嫂脑子坏掉了，真啊？哎，他两个小人，每个人买啥考级哦？噶小个小囡买啥个考级呢？妈，噶现在科技发达嘞，让伊拉打考级嘛，就是随时掌握伊拉个动向。家长对伊拉管理是吧？侬大惊小怪地做啥啦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妈，来，来呀，能啊，爸，哎，讲给衲听，哪能啥的？现在外国连方言也被考起来。啊，听听听听啊，老太婆啊，现在外国了，牛也身上被考起来了，这个机会不大，叫伊拉吃草，伊拉就吃草嘞；叫伊拉回转嘞，伊拉就走来嘞；叫伊拉跌哪，伊拉就跌跌哒哒嘞，对吧？哎，老太婆，老太婆。假使牛要用大裤带了，还要宰了。嗯，大裤带想红他来了。哦，跟他娘刚才糟蹋了五十光头。嗯，那娘啊，之所以会得落后到今朝个地步，伊只要不肯学习高科技个技术。嗯，哎，不对嘞。喏，现在大裤带才便宜了，过去吧。你刚来就。爸。哎。侬想要只大裤带？想是想个呀。你晓得今朝搿日天了，我经济局老早要下放下去了。干明白，真。算了。阿爸，哎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搿是啥物事啦？啥物事啦？当然是阿爸最最想要的喽。什么？相思。他辣我身上勿起作用了。让我看看啥物事了？啊，忘啥物事了？猜猜看呀，猜猜看嘛。猜呀。我晓得了，哪个囡恩孝顺侬，哎，托侬买个假发套，对吧？妈，哎，侬猜了老准哦，是吧？我帮阿爸买了一只长波浪哎，啊，那两个都从我买得了啦。哎，到底啥个礼物啦？啥么子？啊，啥么子？啥么子啦？那把侬自家拆。把好个包装，我拆了。拆呀！我这个拆了。拆呀！我真的吃过，快点，快点，来了有点，做啥？做啥？快点，我来拆定时炸弹，那干哈？不是呀，张浦侬过分激动，把侬帮帮忙了，你激动哈不了，这一斤多干不是激动了？我说啥问题？大哭的，啥？
疙瘩。小姑娘，侬昏脱的，侬哪能他那爷去买大疙瘩呢？我说抬脱抬脱抬。哦哦哦，好好。嗯，哪能抬脱抬脱？噶便当抬脱抬脱。阿爸，你晓得吧？小芳。哎。侬哪能晓得我心思要买大疙瘩呢？哟，阿爸。侬搿两天当妈搿个做头事啊，不要太结棍哦。我大哥侪听见个，所以阿哥大嫂出差之前呢，同我商量啊。伊拉讲，阿爸呢欢喜赶时髦，哎，让伊开心开心。对对对对对，搿么就当伊小囡勿算嘞。对对对，这个这个啥话？说错了不规矩弄得了。让侬开心了哦。阿是啊，哎呦，称心了哦，像老虫跌了米缸里，阿是啊，哦哟，当心，晓得来只嘴巴慢慢叫给脱噶。小宝，小宝，这么哪能用法啊？搞弄搞弄啊，拿开的辰光拿搿搭拿搿搭只电话头一拨，哦，一清，晓得伐？搿搭嘛 ，yes， 晓得伐？哎，侬又会得显示出来的，帮侬马上执好了，执好了，真的，马上就好打啊。是这个，马上执好了。哎，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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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通了呀，通了呀！喂，喂，哎，我是乱章的，哎，我跟他讲一声啊，那今天有啥事体是吧？打电话是吧？不要打到我屋里来了，打我大姑大了呀！哎，打，哦，找对到一只电话的句话。好起来是。13956296。哦，13956296，哎，啊，哪里敢笨的啦？比多一些。前头么139，下头么5692692，对不啦？好吧，这个样子啊，再会，再会，那个那个，这是干好吃不用的。老好吃的，是。喂，哎，老张是吧？老张，哎，我老娘舅，哎，我跟他讲，今天有啥事体是吧？不要打电话打到我里来了，不是不是，电话要来的，打我大裤裆，哎，只要打我大裤裆有了，那当然有大裤裆了，我这耳朵老好听呀，记牢啊，13956296，哎，对，好这个样子啊，好，再会啊。哎哎，侬个只老头子啊，啊，手里捏着个大疙瘩，哪能觉也不要困啦？嘿嘿，想不到我还会得白相高科技的么子了。侬啊，叫心脑毛康三日香。哎，我手里有大疙瘩，一个人的感觉就两样嘞。哎呦，不要太潇洒哦，手里捏着只大疙瘩，当不啥人呢？又没人打个。嘿，想说有个。没人打了。当然。这嗯。你做啥做啥？哎，跑到厕所里做啥？啥老头子，他老发痴。你爬到地上，我的。别急。哎呦，做啥啦？我吓死了。你就要付钞票，你晓得不啦？这个电话响，我不要接。是我打的呀。哦哦，侬打大疙瘩搿搭响啊！哎呀，我吃饱了。试试看呀！试试看，烦也把侬烦死了。这老头子辣辣发毛病了，好像。老头子，电话来了。啥电话吧？等那不得干个，拿公公，那不得干。哎，13956296，啊，对不啦？现在会有啥这个大姑？
哦，我是董小芳，你是哪位啊？喂，我打电话给你啊，希望你早点睡觉，就是困觉。困觉的时候，这个呼噜不要打得太响啊，要烦人家的休息啊。哎，你到底是哪位啊？那你猜猜看，我是哪一位啊？哎呀，这个我猜不出来。你猜猜看呐、啊，我。哎呀，我猜不出来。对呀，你使劲地猜一猜嘛。这个我使劲还是猜不出来。哎呀，你怎么会猜不出来的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就是猜不出来。那你要动动脑筋噻。我动脑筋啊，我穷动脑筋还是想不出来、啊。哎呀，你怎么会想不出来的呢？就是啊谢谢吧，老好不想，老开心啊，是吧？小江哥，小江哥，啊，又小江来打炮了，对不啦？哎，又一杯。对，没事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啥的？弄啥的？哪上去了？都去啥的了？啥的？打麻将，吃冰冰。哎，躺着。小弟去困觉了。睡不着呀，伊拉不到十二点钟没困着啊。要到十二点钟了。哎，上，来，我来。哦，楼上。喂，是冰冰接电话啊？我是小娘娘呀，哎，我是用阿爹的大哥大打的，哎，清爽吧？伊讲老清爽的。哎，那么困着了啊？大家来谈谈啊！好讲，肯定是想那爸爸妈妈了，对吧？哎，搿只大裤裆是我呀，搿娘我打太行。喂，冰冰，我是阿爹。嘿嘿，侬还没困着啊？啊？没困着，我也没困着呀。都光头，困着没讲闲话了。奶奶，姐姐想我啊，搿么就姐姐听呀，哎，姐姐。哎，姐姐，我想侬哦。就在楼上有啥想头了？姐姐，伊哪能了？喂，那我来。没毛病，叫伊拉下来身体了。那自个不搞不清爽，想来想去呀。我大裤裆里向没闲话，没寻闲话，光光大个。是的。想我，我要困觉了。像讲得像英文一样，听也听不懂。阿爹。哟，来了。我不想打鼓的，来，我也不想打鼓的，我也不想打鼓的，干嘛了？三年多不想，哪能不想呢？侬讲哪能不行？那个只打鼓的，当过去，当不了爸爸，当不了妈妈，好吧？万岁！好，来，我来把爸爸打鼓的，好，等。喂，爸爸，我是佳佳呀，你晓得吧？我现在用阿爹新的大鼓来帮打电话。哎，对呀，对，那到个。喂，爸爸，搿只大鼓老好不响哎。不是，哪能好不响呢？哎，大伯，我是阿伯，哦，谢谢侬哦，对我支持啊，不想高科技，谢谢，大伯。哎呀，来，喂，爸爸，哎，我现在就搞好了。哎，爸爸，我们。我也不搞好了，哪能这样子了？哎，大伯。来，喂。哎，爸，哪能爸，我们搞坏了，我们搞坏了呀！侬看呀！搿只大阿哥买来只有一个礼拜，侬看钞票要付出400多块。瞧嘛，家瞧，这确实搞钞票就结会得。哪能会得付介许多钞票了？东荡荡西荡荡的，打了开心不啦？花园里向连身体都我们两个老头老太，侪来问我借来打的呀。都是大阿哥呀，侬打的啥公用电话？搿么为打进来的电话嘞？关侬啥事？搿么我也要付钞票的呀。我关照侬，侬关照伊拉，下趟打电话勿好打大阿哥，打到屋里来。来不及了呀，我今天通知出去了，有关系我的朋友叫来一律打大哥打的嘞。我好极了。侬是百万富翁啊，啊！
做新余姚啥？姚金是挑。喂，还是我老娘舅啊，啥娘？老样是吧？啊，哪能讲？打牌，吃饱了，怎么？等等，做舞剧啊？哎，明朝电话再来寻，明朝电话再来寻。这个老头子勿好被他退休了，对伐啦？哎，宝姐，做舞剧。 搿只舞剧家里头不能嘛，啊，今朝末做舞剧，明朝做扒行钱，啊，做滴做滴，侬辣辣做骨头啊，啊，哦，打电话来，随时位置做舞剧啊，啊，啊，明朝打电话还要利息啊，利息要钞票伐？迭个是钞票呀，勿是劳务费啊，追他了，越活越追。 不去接伊，伊就不想了，自家弄得没落上市了。哎，搿种个电话呢，去接接么浪费，勿接么烦了，勿得了，才是。我关心我，昨日侪通知出去了呀。接。喂。 喂，喂喂，喂喂，喂喂，哪能了？不是，喂喂喂喂，喂，你哪着急了？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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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爷，哎，老头们，老头们，开门呀！啊呀！阿爹，对呀，侬哪能来外头了？哎，回来回去还搿只大裤裆，那哪能我关辣外头了？阿拉都有事体要帮侬商量商量。啥事体啊？阿爹，我的冰冰两只烤鸡，想请侬帮阿拉保管保管。做啥？要是爸爸妈妈来电话，侬就回电头跟伊拉讲，我的冰冰辣辣做功课，叫伊拉不要来打扰阿拉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老朋友啊。我帮侬讲句心里闲话。哪能讲？有了搿只烤鸡啊，我是烦死脱了啦！等于是天天要汇报，事倍更重。侬讲我哪里搭还有自由嘛？对，老朋友啊，侬个闲话讲了我心里想，我在搿搭动冰箱里啊，没大裤裆的辰光，我想大裤裆，挖空心思拿得来了。搿拿得来子，怕啥个用场呢？这就是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啊！哎，那等到啥辰光好开门呢？来，我来开门。好，侬有没有暖房？来来来来来，那，老太婆。那，老太婆。在。哦耶！哎，那哪能搞了呢？哪能啦？我把那两个老婆联系到香港、澳门去旅游。好个呀，好个呀，而且最后只有两个名额，价钿特别优惠。好个呀，好个呀，今朝五点钟拿着身份证去登记个呀。好个呀，好个呀，现在几点钟了啦？几点钟？五点半嘞。搿哎呀，搿侬辣辣加班了，搿侬打我大裤裆呀？侬在头面大裤裆打得紧啊？阿爷倒要回答，对不起，对方没有应答。哎，搿么侬好打电话打到屋里来个呀？打勿进。哎，搿哪会得打勿进？搿蛮好个电话嘛，事实是我倒是。哎呀，哪能随头去？哎呀，不得了！这个电话线啥人拉脱的啦？是我呀！咦，啥体的电话线拔脱？那我想当大裤裆嘛，时髦呀！